今天又是一个 Power Day 啊，但是呢，雪呢还是不错的，还是不错的，不能太要求太高啊。但是的确有一点点湿哈。前两天有朋友问我更好的用 Ski 滑 Powder 哈，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我以我的经验吧。首先呢，装备啊，的确 Powder Ski 会给你很大很大的帮助，除非你是天天滑直滑啊，否则的话你不需要那种就是纯 Powder Ski， 就是那种 Four Rocker， 然后120左右的那种宽度啊。我觉得像我带的这一副这个 Head 99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图表啊，真的是十项全能啊，就是 Powder 能滑得很好，然后 Groom 也能滑得很好，我觉得就是非常推荐这款板给大家。有些朋友啊，就是特别是一些滑那个 CSIA 的朋友，喜欢拿非常窄的板，然后滑这个粉雪啊，其实当然也能滑的哈，但是呢，的确就是窄的板的话，首先很明显嘛，它的那个浮力就会小一些嘛，然后你的脚呢，基本上是陷在雪里的，你脚陷在雪里的话，那你阻力肯定就更大了嘛，因为你的鞋子，你的可能你的小腿啊，都是在浸在粉雪里哈，当然也是能滑的，可是要多花一些力气。如果说你真的想滑粉雪的话，还是选一个至少板腰得在85以上的这种板吧。不过用窄板滑粉雪啊，有个优点哈，什么优点呢？就是10厘米的粉雪啊，你可以体会出我们30厘米粉雪的感觉哈，因为你脚是陷在雪里，在雪里倒腾的那个感觉还是会比我们会强一些哈。滑粉雪呢，我们最好的话是要浮在雪面上的，对。所以怎么能浮在雪面上呢？一个是这个板会宽一些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速度得稍微快一些。有些人觉得是后座哈，其实呢，我们滑粉雪速度很慢的，然后过一些平地的话，我们可能会稍微后座一点啊。但是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重心站姿还是普通滑没有太大区别的哈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拐，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弯，就千万不要用任何的刃了。就是不要压得太狠。滑抛着呢，的确就是跟那种在 groom 上面 carving 啊，或者说是甚至于是那种转小弯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就是你的脚下应该是非常非常轻的，两个脚踩的应该差不多重，不像这个我们以前滑这种 groom 道的话，基本上是你要踩在山下脚多一点嘛。我们滑这个 powder 的话，两个脚要踩的差不多重啊。最后多一个小 tip 啊，就是如果说你想滑粉雪的话，这个东西还是一个经验积累。所以说呢，我建议大家，如果说真正想滑粉雪的话，你要么就是出大价钱去滑这个雪猫啊，或者说是直升机滑，或者的话你就是早点起床，对不对？赶第一波上去。然后呢，像咱们新手可能就是滑什么树林啊什么的比较难滑嘛，所以说你们一开始呢可以去找那种就是稍微坡度大一点的蓝道吧，那种坡的话，滑粉雪还是很爽的。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古话说了，这个下雪不冷，化雪冷啊，所以说呢就是真正的粉雪天下雪的话，其实不会太冷的。我说你衣服千万不要穿多了，因为你万一就是摔在一个什么软的雪的地方，你要站起来的话是要花很多力气的，然后甚至于你比如卡在一个地方，你要走出去的话也要花很多力气的。所以说如果衣服穿多的话，到时候会出很多汗。我估计这个是只有滑雪人才会体会到的乐趣了。这么恶劣的天气，这个人家躲在家里避之不及的，像我们的话，天气越差越想出来。天气越差越想滑粉。
后再说一下这个装备选择方面的问题哈。其实这种板呢应该叫 free ride 板，这种板其实如果你技术比较好的话，就是喜欢大山高速的话，可以选择这种板啊。否则的话，我觉得你的 all mountain 板应该还是属于那种就是 V shape 啊，或者是super joy 啊，或者说那种absolute joy 啊，这种类型的 super joy 这种板呢、啊，就是 turn radius 它的那个转弯半径啊会小一些，所以说呢，就是说大家不用 commit 到很大的弯嘛，然后也比较好控制一些如果在弯的任何一个部分、啊、你都感觉你的速度都是比较恒定的话，那我觉得你可以选择这种 free ride 板哈、啊，这种板呢的确会让你滑起来就是高速时候更加稳定一些哈、啊。